就拆表的时候先把这卡子给弄掉。离紧的还行，就是把线弄掉的。然后这边这个铝板，然后上这个感温线的话，用10号的扳手，然后可以拆卸。向左边用力的话是紧的，然后向右边用力的话是松的。啊，就这样。感温线这边是两个蓝的在下面，卡子弄好之后，记得把这个卡子也换了。然后把铝板这边的感温线把它给拧紧，这样开机就可以了。